这些是我们现在都已经都处理好的吗？应该说我们都有检伤过，然后把它这是检伤过的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把它分健康的幼鸟、雏鸟，然后去打。就我们现在已经味道都没有充分，不然这些蛋白饲料会再加充分，对啊。因为台中这边买东西很不方便，不方便哈。对啊，我们都网购，也是一笔钱啊。对啊，而且很多饲料都不便宜。不见得爱吃哎哈、哦。对啊，有些体力比较差的才会吐。对，没错，就要喂的慢一点。那100多只这样喂，它喂到什么时候了？不然吐出来怎么会？这个是喂好的还是没有喂好？这些是喂好的。